说到五开，咱们今天的直播间来了一个五开啊，没有那么华丽的天使猪猪、青蛙瓷啊，没有那么华丽的鲨鱼啊，只是有着平淡无奇的一组常规五开，有物理系、有风系、有辅助门派啊，两个加血的啊，女儿孙风，看一下他们的这个五开号啊，高端不高端？永不磨损，红垩仙子，精青愤怒，水清不磨，罗汉啊，野兽之力加坚固。双速度预治疗，双速度啊，核心部位的150的永不磨损，临时都不打啊。愤怒罗汉永不磨损，雾中仙永不磨损啊。双速度一固伤，固伤加速度。看一下这五开用啥宝宝？今天这组五开上来就是接受大家的批评的，看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啊。精青啊，愤怒慈航啊，罗汉永不磨损，化魂套装没凑全，双固伤灵视核心门派还是有，没有那种超高速须弥啊，没有敏须弥，没有全力抓鬼的宝宝，宝宝有点少，对吧？永不磨损加变身，永不磨损高伤不磨，破血加啊，永不磨损变身，永不磨损变身，双物暴易伤害，临时也没打。永不磨损，永不磨损，长眉钉猴这套装备厉害啊！这套装备法系和物理系明显看到比较偏心，非常的用心。这组五开一个月啊，多少钱？赚多少啊？他没打临时，打临时还能给兄弟们来速推一把四星归墟啊。老板说他的组号没有时间自己玩，然后给出租啊，别人给他的号一组1500块钱啊，就是他把号租给别人，号随便让别人用，然后那个人指定给他1500块钱。那假设这组号是30万的话啊，对不对？30万的号一个月投资回报1500，然后好像。好便宜啊，老板啊，1500好像挺便宜啊。他没时间上，给别人一个月1500啊。买你号的人不多，估计想租你的号的人啊，排成排了啊。拿你号带小号抓鬼啊，收完钱不抓，直接下线啊。这个号骗完这个号骗，5个号顶多成本是改5个名字啊。